Hello， 我是王暖，今天是8月15，中秋节也是国庆节。本来今天打算出发的，但是想着过节，一个人在路上太孤苦伶仃了，然后就没有走。然后我现在呢是在拉萨骑友俱乐部，他们这边晚上在搞活动，然后我就过来玩一下。我刚刚来的时候，大家好热情啊，都跟我合影，我脸都笑烂了。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哈，也祝大家就屏幕前的你节日快乐。这个俱乐部呢是骑友俱乐部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有很多的骑友，我们去看一下，有什么好玩的吧。这边的车特别多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，因为爱好相同，我们相聚在一起。然后看这里好多人啊，他们在烧烤，还有唱歌。我跟你说一下，他是你的超级铁粉，你的所有历史他都知道。真的吗？但是他刚才给你一路关注，一路关注，照了一张相，照花了，重新照一张。好，等一下，好，我看，我问你，谢谢。重新照一张，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大家好热情哦。然后这边在烧烤，烧烤，铁板鸡，还有音乐，感觉好热闹哦。干杯！干杯！从我徒步的时候开始关注我，我们两个女孩子光那时候是光头、啊，对对对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超，对对对，那太那是巧克力，那不啊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热情哦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庆庆，来自那个江西，我是定居在上海，从上海一路骑着 UV 125，然后一直骑到新疆，然后准备再走小环线，然后再托运从拉萨托运回去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来自英雄的武汉城市，我叫董虎，我骑的是 GW250， 骑行15天，4600公里。厉害，来这位大哥。大家好，我叫唐宇轩，我来自湖南湘潭，毛主席的故乡，我骑的是650GT。Hello， 我叫小石头，我叫田伟，我第一次来到西藏，骑的650。我想要骑更远的地方。请问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美丽的湖南，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去一下长沙，去一下毛泽东的故居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秋，来自贵州毕节，然后骑的是豪爵 VS 125，第一次来西藏，经历了11天，共3200公里。好，哎，大家好，我叫段思勋，我来自云南的临沧，我们骑了2000多公里，这是我的骑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来自云南临沧，我们两个是我们从一起过来的，我们骑了2000多公里，我骑的是环巡的600。大家好，我来自贵州习水，我骑行了5天，2000多公里。我叫侯翔，我也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范林志，来自四川达州，我骑的是天剑王250，准备从318进来，从317出去。谢谢。加油！来，大哥，上海的大哥。大家好，我叫林耀勇，来自成都市龙泉驿，我骑行的是本田190X，骑行5天到达了那个今天到达拉萨，明天早上我和我的那个队友经过317，平安回家。对，谢谢。注意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川刚，从贵州盘州出发，我老家是重庆普隆的，欢迎大家去我家老家耍，重庆普隆。老乡。普隆。大家好，我叫任涵，来自重庆，我骑的今年新上市的那个雅马哈 NMAX 155，全国第一台155进藏的车。上午拿到牌照，下午就出发了，然后在路上做的保养，现在已经到了。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来自西周大地，骑的是 CB500X， 骑行4000公里，现在到达拉萨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内江的，我骑的是本田190R 和内江的，四川内江的。老乡啊，对，老乡，好，谢谢，我骑了2500公里。
第一次来到拉萨啊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川内江的，我叫阿三，我骑到190，我们下午六点钟到拉萨，然后骑了2500公里，啊，谢谢，欢迎来拉萨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四川内江，然后我是坐他们的190来的。坐他们190。总共骑行的话有2500公里，骑了六天，虽然很累，但是风景很好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你，来大哥。哎，我，大家称呼我村长，来自广西浦北县。这次呢是黑波波巴黎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来自昆明的龙珠，就是那个60版，奔六朵，还有西藏梦，还有机车梦的，就是我。祝你们节日快乐！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，黑龙江。我历时3个月骑到拉萨，也欢迎大家以后能够去美丽的冰城哈尔滨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北京，我骑的是 Vespa 150，在拉萨非常开心，祝大家节日快乐。谢谢。好，我是来自广西浦北。我们经历了10天，就和我们村长一起来到了拉萨，下步我们就走317回我广西湖北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天津的，然后我今天没喝酒啊，没喝酒，然后我想说暖暖 I love you。 谢谢。这是我们的老板 AK。 对， AK， 我是油漆部落的，这边住了几年的接待站，欢迎全国摩友过来玩啊，大家来了就是一家人啊，跟大家一样。哎，请喝酒。对，快请喝酒啊，酒管够，这管够。 OK， 我50年前坐过你这个车子，这种型号的啊，它叫长江750是吧？对，而且是军色的，因为当时我们是在一个，因为我爸爸是军工厂的嘛，而且是他们生产这个摩托车，哎，跟军队配套的。人家所以说三轮承载的是什么？像你那时候50年前，你很小哎。我几岁呀？对呀。可以在这半个世界之后，可以在这感受一下。虽然我的车没那个车好，我的车250的。现在有些东西都改进了啊，原来的。冬天很冷，车很难启动的，是脚踩的，现在都改成电喷的了。电喷的是这个技术的更新。那时候还有是脚踩，然后刹车这样子刹，是吧？那个没有，它也是一个脚刹和手刹，哎，这边也是离合器，这边是油门，哎，是这样的装备，哎。我真的不知道我何德何能能受到这么多人喜欢，我真的是太感谢了，感谢大家对我的喜欢，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希望以后我能拍更好的作品给大家吧，分享更好的旅行的经历风景给大家。